写名字的时候啊，名字方面也是注意，左边日啊偏僻小，所以呢跟月字的上边啊比较齐平。这个齐平啊不是那种水平的平啊，像它在一条斜线上，但是下边空的位置就比较多。这个咒字呢在这里呢也是多次出现，这咒字在咱们这个历代书法上呢也有不同的写法，咱们这里呢也可以借鉴。是大神咒，是大神咒，是无上咒。是无等等咒，竹字旁，左右一样，那么左小右大。Thank you.